瑞穗的五鹤咖啡是由国田正二老先生所栽种的，这边生产的咖啡豆很适合我们台湾人喝的，因为它不苦不酸，而且回甘很强。因为这是老长的咖啡，所以它咖啡因比较低，而且香气比较足。你那边天气好吗？有空来喝杯咖啡哦。其实我们这里有两个特色，就是我们的景观跟我们的牛奶。那我们牛奶是以低温杀菌，65度低温杀菌，它会把乳铁蛋白跟蛋白质保存住。那乳铁蛋白的话，对人的身体是有好处的。你那天气好吗？有空到我们吉珍牧场来喝我们最新鲜的鲜奶，赞啦！这个蜜香乌茶，它是用小叶种的大叶乌龙的品种哦。来制成的这蜜香红茶，它一定要经过小叶蝉的吸吮，做起来的茶才会有一种特别的香气。我们五鹤的蜜香红茶有特殊的果香味跟蜜香味，在台湾这个地方是最知名的一种蜜香红茶。你俩天气好不？欢迎大家来饮茶，赞哦！